嗨，大家好啊，我是吴白啊。今天来介绍一下，之前有问说七星标怎么回收。其实七星标回收的方式很多。那我们常在钓的时候，这个线会剪掉啊，所以常常就是线剪掉，然后你觉得太空豆啊，或者七星标木印哦，很可惜。像这个，你会觉得很可惜。喵喵喵喵，来，乖乖。今天坐这里，好吧？老板，今天坐这里，好吧？你坐这里，好吧？我教你，嘿，好吧，乖乖。然后也有可能这个，哦，线呢、啊？那怎么做转移回收？其实很简单，那有几种比较常用的方法哦。来，一举开，这喵真的是。好奇喵喵，好奇喵喵在这里，好吧，坐这，好。那比较常用的方法有几种哦？第一种方式，我们先用这个线来看做代表。线的话呢，你在这个，比如说这个是旧的线，那旧的线，不吗？妈，别这样子啊！我在拍摄嘞，好吧？就这样，听话。哦，这个是旧的线，旧的线的话嘞，这边你打了一个结，最简单的，打了一个结。好，打一个结就好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七星标，旧的线，然后再来就把新的线给穿过去啊，是新的线。我把它穿过去，穿过去之后，你把它拉紧，拉紧之后，旧的线这个地方会比较长一点，你可以把它剪短。好，剪短，怎么样？剪短，搞清楚哦。这边是新的线，好，然后你要把你的。木印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往上推，往上推就过去啦，很简单啦。哦，就这样子啊，往上推过去了，往上推就过去了，往上推就过去了。好，新的线结就拉开了。好。这个就是第一种回收的最快的方式，就是第二种，就是直接在这个线结上你打了一个环节。哦，妈妈，这样打了一个环节，好，这个环节，然后嘞，另外一个直接要把你的线过去，这是环节，有没有？你打了环节，然后是旧的，好，然后把你要的线直接穿过去，这样子拉着，拉着之后嘞，就把你太空洞弄过来啦，有没有？让它过来，一二过来，过来这边最好太空都可以拉住这里了，不要动了哈。然后你再拉，一二，如果一次很多颗的话，就这样子，一二，好，让那个线卡住那个，因为你那个线是没有绑住的，好，这样子卡住 ，OK， 然后最后再整个拉过来，拉过来就 OK 啦。这时候你的线结就可以拉开了 ，OK。另外一种回收方式，哎，第三种回收方式更简单，也是蛮简单的啦。第三种回收是电车结嘛，就或者是 FG 结直接连结，
像这种电车节直接连结，电车节会绑吧，应该没问题。电车节哦，好，直接连上去，再接那个什么前导线的时候用这一招啊，比较快。我直接可以木印直接上去，上到直线去，哦，直接穿过去。哎，如果你是用这种结的话，它的那个结会比较大一点，比较麻烦，所以你可能会有点卡卡的。所以我觉得最佳的其实是第一种方法跟第二种方法。OK， 让它过去。好，大致上这样子啊。哦，喵喵在乱。好，第一种方法再讲一次啊，就是直接在这个线结上打一个结。打一个活结，好，打一个活结，然后把你要的子线，你要的子线或者是你要用的新线接过来，把它拉紧过长的这个母线，过长的旧线把它剪掉，不用剪全部，我留一点点。好，新线，这是新的线，这是旧线。这边这个是新线，这个也是新线，这个是旧线。好，很简单，你就把它拉过去就好了，就过去了。有没有？好，那大致上这样子啊，因为有人问啊，所以稍微讲一下啊。如果你看不太清楚的话，需要放大的话再跟你讲。那我们就下回再见啦，拜拜。